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服务业管理第四个讲次。我们今天主要的单元叫做顾客的需求与欲望。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助讲的老师是林湘发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北商业大学国际商务系老师，谢谢。好的，谢谢林老师的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的学习的单元的目标有第一个，有效地回应顾客，再来是顾客忠诚，然后最后我们会提供一个管理的案例，丽思卡尔登酒店的一个案例来做分享。首先今天对我们的摘要做个说明，那么我们讨论了这个如何善用顾客资料以有效地回应顾客需求，并且呢能够强化顾客关系管理与顾客留存。那接下来我们会再探讨这个忠诚顾客的价值，以及呢如何将满意的顾客转换为忠诚的顾客。最后我们会用丽思卡尔登酒店为一个管理的案例呢来说明如何反映顾客需求的一些变化。首先我们来先谈第一个，就是有效地回应顾客。首先要谈的就是要善用顾客资料。那顾客的评论呢，跟人口统计的数据呢，会影响到整个广告的活动。那产品选择呢，以及所提供的服务项目，那这些资料呢，同时呢，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呢，帮助公司来赢得新的顾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谈谈员工所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询问顾客一些问卷，那诸如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你公司的哪些服务？那你公司的竞争的公司来做比较，或者未来有哪些服务呢或产品会比较受欢迎等等相关这些问题呢，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意见回馈，那给公司里面那些可以这个回答的回应的这些相关人员。如果有些顾客呢告诉你说他们收到了两封相同的信件，那你必须要能够让这个行销部门知道这个问题啊。如果你得知到相似产品中呢，那可能有竞争者提供的更低的这个价格，那你也应该要跟你的经理来说明。那如果你听到一位女士可能提及她很喜欢安静的一个洗碗机，那么你可以告诉业务经理，那因为呢公司所提供的安静机器可能会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卖点。那在已经装有这个顾客关系管理软体的这些公司里面呢，只要在这资料库的这些评论区里面呢输入一些简讯的相关讯息，就可以轻易来通知公司内部其他部门的这个关于顾客评论相关的议题。那公司内具有这个这些存取权限的人呢，也都可以善用这些资料库里面的资讯呢，来改善我们公司的服务。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使用资讯的科技。那虽然我们这个顾客资料库提供强而有力的资讯，使公司的销售能够上升，顾客满意度能提高，利润也能增加，但是呢顾客资料也有可能呢被不当的来使用，当被不当使用的时候呢，也就会危及到我们的这个顾客满意度。像是这个顾客关系软体跟这个巨量而详细的这些资料库，那曾经促使一些像网络商店它进行对顾客进行一些不友善的一些价格研究，比如说呢有一个一些亚马逊网络商店的这是忠诚顾客就注意到同样的产品他们付出的价格竟然会高于首次消费的这个购买者。所以呢在华盛顿邮报里面呢 David Sheffield 也指出亚马逊网站似乎一直在测试这个所谓的浮动定价策略，使这种策略价格的波动呢会基于很多一个因素，像是顾客的欲望高低而这个定价策略呢被运用在拍卖活动上面。那亚马逊网站也曾企图
来依顾客购买欲望的这个高低啊，以及所愿意支付价格的多寡来决定他们这个产品的售价。他透过顾客的浏览网页的次数或者重复购买次数啊来衡量。但是当顾客开始抱怨价格不一致的时候，当然这个测试很快就被放弃了。再来我们来谈第三个部分，就是顾客关系管理跟顾客的留存。那公司啊希望对顾客相关的资讯呢有更多的了解，以便呢有所准备来取悦他们。所以呢他们通常会投资了一笔不少的这些经费啊在顾客关系管理的建制。那根据研究也指出啊，在这个网络泡沫化的时候呢，2000年，那企业呢在顾客关系上的这个费用也大幅来缩减，大约一年后，他们的顾客满意度呢也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呢，随着顾客关系管理这些软体的下降，大约会有一年的时间延迟，然后开始影响到顾客的这个留存率。然而后续的研究也指出呢，若再重新来增加对顾客关系管理经费的支出，要比花一年更长的时间呢，才能把这些失去的顾客呢再争取回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诠释啊，企业分析师指出呢，公司应该继续啊投资他在这方面的科技技术。然而，虽然他们是赞同科技是十分有用的，但科技不能啊完全来取代优质的这个服务。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但就销售我们产品的效益，而不是产品的这个特色。当你跟顾客来讨论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呢，应该强调你商品的为顾客所带来效益，而非这个商品本身的一些特色。买方想知道是说这些东西呢，要如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或改善他们的生活。那有关这个部分呢，我们请林老师呢来做一个说明。大家好，首先让我来说明特色与效益的比较。效益是指顾客从使用产品或服务中所得到的好处，这些效益可以是节省你的金钱或是时间，除去你的忧虑，降低工作量，使顾客安全，或为你达成其他的目的。透过强调效益，你可以描绘出未来顾客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感受到满意的生动画面。而特色是指产品或服务的特征，例如颜色、尺寸、材质的类型、重量、速度以及马力等。例如，这部平板电脑有256GB 的记忆容量，冰箱有米色或白色的款式，或是这家保险公司提供24小时的理赔服务程序。二。强调效益，要对你的顾客强调产品所能给他的效益。相对于你对顾客介绍这支苹果 iPhone 手机有宽的荧幕面板、256GB 的储存空间以及高画质的录影功能，这也许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但若你能介绍，当你说这手机能让你拍摄影片、编辑以及分享给别人时，你的顾客将会更加印象深刻。这就是强调产品的效益。效益是你与顾客讨论时最重要的焦点，也就是所有能为顾客解决问题或让顾客感觉到良好的关键点。不论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你卖的其实都是顾客想要或需要的解决方法。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在销售的时候，你要尽量表现出你是一位专家。那顾客都会希望呢，跟你做购物交易的时候是一个对的决策。那藉由明确地提供顾客问题的答案，以及提供精准的公司的产品、服务、政策以及流程的资讯，而可以让顾客呢更确认他们的决定是对的。那许多企业呢会强制新进员工接受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一些训练课程。
那这些课程内容呢，也会详述公司政策、产品和服务、顾客个人资料以及顾客服务技巧等等。那受训人员呢，会参与角色扮演，并练习如何面对顾客，以及呢如何跟顾客来做互动。你要借由阅读这些公司的产品与服务手册、顾客使用说明书、新闻刊物以及相关的报告，来保持呢你拥有最新的知识，并且随时来了解目前的广告活动，那么向顾客来展现你对公司整个营运业务呢是非常熟悉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忠诚顾客，对于顾客的忠诚呢，我们请李老师再继续帮我们说明一下。好的，接下来我继续说明忠诚顾客的价值。满意的顾客和忠诚的顾客，这两者是不同的根据的。根据 Aon Consulting Loyalty Institute 的总裁指出，对于购物经验感到满意的顾客中，大约有50%以上的顾客说，在未来他们可能会选择在其他地方购买相同类型的产品。这意味着满意的顾客不见得是忠诚的顾客。忠诚的顾客可能有下列的行为：一，在一家公司里重复购买；二，往往会购买更多的品项的产品或服务；三，愿意介绍其他人来这家店；四，相信他们买的东西是物超所值，所以他们会抗拒其他竞争厂商的诱惑；五，了解该公司的政策和程序，因此重复购买时就无需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六，即便该公司的产品价格有微幅调涨，他们也不会停止购买，因为他们喜欢这家公司，相信这家公司，并且想继续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一，将满意顾客转为忠诚顾客。顾客忠诚度不会随便就产生的，它是既有超出顾客的期望，提供最好的服务，了解顾客想要和需要的是什么，并且适时地回应顾客。如果顾客没有得到他们的期望，那么他们将很可能不会再回来购买。顾客的意见可能被公司尊重，对于忠诚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许多公司将他们最好的顾客组成讨论小组，从中取得顾客对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回馈意见，改善或需求变更，以及所需要的新产品或服务。他们还为他们的客户服务人员实施培训活动，教导他们如何提高顾客忠诚度的策略。在一项询问购物者的研究中调查，若与客服人员有不满意的经验，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继续向这家公司购买？结果75%购物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他会降低他们忠诚度的因素，还有操作令人感到不便的互动式语音应答系统，以及让顾客持着电话筒等太久。在经济不景气时，忠诚顾客，一家公司在销售额大约有65%是来自忠诚顾客的重复购买，留住忠诚顾客是非常重要的。零售商经常会播出20%以上的行销预算留住现有的顾客，在经济衰退或不景气时，忠诚的顾客能支撑公司得以继续营运下去。无法让顾客满意，很容易就丧失业绩；让顾客愉悦，能促使顾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回来购买。三，网络的魅力，新兴消费者购物行为
往往会在繁忙的生活中的片刻空档，总能透过网络商店或由购物路来进行购物，而这通常发生在传统零售商店已打烊的深夜或其他空闲时间。根据 Forrester Research 的分析师指出，大多数在网络线上消费额的增加是来自实体店的花费的转移，预期更多的消费者在继续线上购物，因为它对人们来说是更容易货比三家，并且更容易找到他们所想要寻找的商品。行销人员已经意识到消费者转往线上购物的现象，并因调整其行销预算。有一项研究调查显示，有 65% 的行销人员表示他们将增加社群网络的广告。社群网络是人们建立线上网络的联络与人们交往的方法，像 Facebook 与 Line 就是常见的社群网络的工具。对许多消费者来说，网络线上交易或许受到了某些限制，没有直接与业务人员接洽订单、询问问题或是客诉来得方便。当然，这取决于这些客服人员是否能扮演主动角色，来建立顾客的忠诚度。好的，那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我们在消费者的消费额跟这些消费的意义。那么保持让你的顾客愉悦呢，对业绩有多少正面的影响呢？啊，这可以由底下一些统计数据啊来看出一些端倪。第一个呢，就是只要啊降低停止购买户呢到5%，就可以增加哦公司85%的这个利润。那降低50%的顾客背叛，那就可以让一个组织的营业额倍速成长。那第二个数据呢，是获取一位新顾客的成本跟维持一位现有顾客感到满意所需要的成本，这来相比呢，大约是5倍至10倍。因为公司呢寻找新的顾客呢，必须要进行市场调查啊，建立行销策略啊，还有相关促销活动等等，所以这成本差很多。第三个，根据80/20法则，公司80%的利润会来自于20%的这些少数重点的顾客，而这20%的顾客呢，包含了顾客忠诚以及满意的顾客。公司通常会面临一个选择，那是寻求新顾客重要呢，还是将现有的顾客照顾好比较重要？那当然，由于我们这个成本比较，可以很清楚来显示啊，取悦目前的顾客是较好的选择。那获取新顾客对于事业的成功当然很重要，但留住一个顾客的成本，它其实是相对便宜的。那么几乎每个人啊，对于某些产品、服务或公司而言呢，都是忠诚的顾客。想想你认识的人是否总是同一个跟这个同一个汽车经销商来购买同一类型的车？现在想想你自己，你有最喜欢的可能早餐店啊、杂货店啊、手机品牌啊、这个餐饮或者线上购物的这些商店，再想想你的顾客忠诚行为对于这些商店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举个常见例子，如果 A 君呢这个每天早上都去同一家早餐店买30元的三明治，那 B 君呢每天早上他也都去那个早餐店买这个100元的这个套餐，那对于这个早餐早餐店的价值而言呢，谁的顾客这个价值会比较高呢？那在未来10年里面，这两位对于早餐店的这个顾客价值分别是多少呢？那么虽然 B 君的消费单价比较高，但 A 君的消费比较频繁。如果一个周一周的期间来看呢 ，A 君的消费额呢是可能每天30块乘以7就是210元 ，B 君呢它是
一周来一次的话呢，那消费比较高，但是100哦。那么 A 君对于早餐店的顾客价值应该是高于 B 君的。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变十年期来看呢 ，A 君的顾客的这些忠诚行为呢，对早餐店而言，它的顾客价值就会是30元乘上365天乘上10年哦，假设它不缺席的话哈，那就是109500块。那 B 君呢是100块一个礼拜，那乘上52周乘上10年是52000块哦，两个差距是很大的哈。所以以长期经营商店而言呢 ，A 君的顾客价值当然是远远高于 B 君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啊，有关于这个管理案例、顾客关系方面的，以这个丽兹卡尔登酒店为例，那要评断一家豪华饭店的这个水准呢，除了硬体设备之外，更重要的是这家旅馆是否的提供的服务啊，是否能够贴心周到。而无论用哪一种标准呢、来衡量，丽兹卡尔登 （Ritz Carlton Hotel） 呢，应该都算是这个顶尖的豪华饭店。那丽兹卡尔登的服务呢，并非这个卑躬屈膝的这个奴仆式服务。那这家公司呢，灌输给员工的座右铭，我们是一群啊、这个淑女跟绅士来服务。哦，淑女跟绅士，过去20多年来呢，每一名丽兹卡尔登的员工口袋啊，随时都会携带一张塑胶膜护背的这些卡片，那上面就写着20项的这些服务准则。这就是被丽兹卡尔登人奉为圣经的丽兹卡尔登基本规则20条啊，如下所列哈，我们一一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就信条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基本信仰。第二，以尊重、尊敬来对待宾客跟同仁，包含同仁。第三个，服务3步骤呢是丽兹待客的基本原则，后面提到。第四，员工承诺是丽兹工作环境的基本原则。第五，所有员工呢需要完成其职务的年度训练才能具备这些资格。第六，公司的目标将会与所有员工沟通，且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支持这样的目标。第七，在工作场所中创造尊严及欢乐，所有员工有权利呢去规划任何与自己相关的工作。第八，每个员工会持续举发在饭店中的任何的缺点。第九，创造团队合作的工作环境，那使这些顾客呢需求被满足，那也是所有员工的责任。第十，赋予员工单独处理顾客需求的这个权利，也就是授权。十一，维持饭店的整洁是每位员工不可妥协的一个责任。十二，为了提供最好的顾客服务，每位员工都有责任去记录顾客的一些个人偏好。十三，不要流失顾客，任何员工接获顾客抱怨，都有责任呢去解决跟做记录。十四，与顾客应对的时候呢，需使用适当的语言，例如说啊，这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等等。十五，不管在饭店内或外，随时扮演饭店的使者，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话。十六，带领而非指引顾客到饭店任何地点。十七，遵守丽兹的电话礼仪，三声之内要接电话且微笑，可直接称呼顾客的名字或姓氏，避免任何电话的一个转接。十八，每员工都有责任维持个人好的衣着跟外表。只要穿上制服，就要维持专业的形象。十九，创造安全、保险且免于意外的环境给顾客。如发现紧急状况，应立即通报，是每位员工的责任。最后也是20个，保护及维持丽兹的环境跟资产，是每位员工的一个责任。其中呢，丽兹卡尔登呢。信条就我们前面讲的，信条包含几点。第一个，
提供顾客呢真诚的关心跟舒适感，再来呢提供顾客最好的个人服务，许诺顾客能够得到亲切、轻松且高雅的气氛，再来是连顾客未说出来的需求跟欲望，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满足。好，那接下来就是丽思卡人服务的三个步骤。第一呢，温暖且诚挚的问候，若被允许，可直接使用顾客的名字。第二，预知却而且呢，服从顾客的需求。第三，给予顾客温暖的再见，若被允许，也可以使用顾客的名字。那其中呢，丽思卡尔顿的员工承诺什么呢？就是在丽词里，淑女跟绅士是我们对顾客服务的最重要资产。再来，借由信任、真诚、尊敬、正直和承诺，我们培养和增进公司内每个员工的最大才能。那丽词致力于创造一个特别的工作环境，多样性是被珍惜的，生活品质不断精进，个人的意志呢可以被满足，以及呢，丽词的神秘感要不断的被强化。而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服务准则可知道，这个丽思卡尔顿酒店是提供的那样无微不至的体贴跟细心，以及优雅而不失格调的服务，让这家公司成立在1983年的连锁旅馆之后呢，以后起之秀之姿呢，很快成为豪华顶级饭店的知名品牌。然而，因为顾客需求随时代的变化，丽思卡尔顿自2006年企业群也开始因应了需求的改变，将20年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20条基本规则也简化了，变成12条服务价值观，如下所示：一，我会与顾丽思的这些宾客建立强烈的关系，并增进他们在丽思的生活品质；二，对于宾客已表示或未表示的需求与服务，我总是会快速来反应；三，我被授权为我们的宾客提供独特且值得回忆的住宿经验；四，我了解我在达成主要成功因素与创造历史的神秘感中所扮演的角色；五，我会持续寻求机会以便创造与改进顾客的这些历史经验；六，我会负责并立刻解决宾客的问题；七，我会创造一个团队合作以及横向服务的一个工作环境，使我们宾客的需求能够被一一满足；八，我有机会持续学习与成长；九，我会参与影响我的这些相关的工作规划；十，对于我的专业外表、穿着、口语表达与行为，我引以为傲；十一，我会保护宾客的隐私与安全、同事、员工以及公司的机密资讯与资产；十二，维持饭店不可妥协的整洁与创造安全无事故的环境是我的责任。这个是从20点变成12点的一个价值观准则。所以在30年前呢，经常光顾顶级豪华的典型顾客呢，通常是穿着得体、举止斯文的男性高阶主管，或是稍微上了年纪、待人彬彬有礼的这些环球旅行家。但如今呢，有很多顾客他可能很年轻，只有30几岁左右而已，可能穿着 T 恤、牛仔裤，拿着这个智慧手机，然后呢，他可能身价有上亿元。那这些人呢，可能不喜欢别人碰到他们的行李，更不要有人陪着他一路可能走到洗手间。因此呢，丽思卡尔顿过去奉行的这些服务准则呢，对于今日的富豪而言，也不见得完全受用。为了迎合新生代顶级的旅客的作风，丽思卡尔顿的12点服务价值观，就是要求员工抛弃过去那20条的刻板的教条和知识翻译，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判断力，同时也要授权给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谈到了有关这些如何来维持顾客忠诚，就透过满意，然后了解顾客需求，那么让我们这些商店，不管是网络的还是实体的，都能够来了解。那也用一个案例呢来做说明，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能够反思。那么今天谢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